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宁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利用接纳来降服焦虑。在之前的课程里，我提到过，大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面对焦虑情绪的常见错误做法，就是要么下意识的逃避，要么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比如说，我们会看到有的人焦虑的时候呢，就喜欢去抽烟、喝酒、暴饮暴食、疯狂消费等等，这。 就是在逃避和转移。那为什么很多人会采取这种错误策略呢？背后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痛苦，不愿意面对恐惧。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啊，之前啊，我有一个哥们儿，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儿，但他迟迟没有跟这个女孩主动说话，更不用说约她出去吃饭、看电影了。 他呢就把这番感情藏着，那藏着藏着肯定就凉了呀。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看的真是难受，所以忍不住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到底是咋想的？你就愿意让自己喜欢的人从指尖溜走了吗？这好不容易遇到一个，他就跟我说啊，他其实很想约这个女孩吃饭，但是每当他把信息打在微信框里的时候，手心就开始冒汗。 心脏就开始砰砰砰砰的狂跳，身体啊还会发抖。他特别的害怕，害怕啥呢？害怕被拒绝，怕被拒绝了啊，自己就会很没有面子，更怕被拒绝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。结果啊，他就越想越绝望，对方还没收到约会信息呢，他就已经断定自己会被拒绝了，然后就很冲动的给自己下了结论，嗯。 就是我是我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还不够优秀，唉，我这辈子估计都会孤独终老了。大家发现了吗？我这个哥们儿，他内心戏里充满了灾难性的感受，他完全搞定不了与风险相伴的复杂情绪。那咱们应该怎么化解呢？有一个很好用的心理学办法，那就是接纳。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“接纳”这个词汇。之前有一次我去苏州旅游的时候啊，在公交车上，我还听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对他的小孙子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又跟同学吵架了呀？你就这脾气，也别难过了。要知道自我接纳，懂不？”但实际上啊，这种理解就是把接纳等同于了容忍。 容忍是什么？我有缺点，我就这样，我不改了。那什么才是科学意义上的接纳呢？我先给大家来一个硬科普：接纳这个概念源自于临床心理学的接纳与承诺疗法。虽然名字中带有“疗法”两个字，但它并不只是来治疗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的。它的应用方法可以帮助到每一个由于恐惧、焦虑。 担忧等情绪而无法去追逐美好生活的人，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到呢？首先，在最开始感到痛苦和恐惧的时候，其实啊不用去接纳，只要客观的看待就好了。就像咱们第一课提到的觉察一样，坦率、真实、勇敢的去留意心里的感受、身体上的反应。 去观察你脑海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想法，在这里有一个观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，这个观点呢也是承诺接纳疗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叫做你的想法不是你。这听起来有点奇怪，对吧？什么叫做你的想法不是你呢？是这样的，很多时候当我们出现了一个随机的无意识的想法的时候啊。 比如，他一定会拒绝我的。一旦我们脑海里出现了某个想法，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想法当作事实。但是啊，想法它只是想法，它并不一定就是事实，对吗？同样，情绪它也只是情绪，它并不能代表事实，更不能代表你。当你感到焦虑了。 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脆弱，你就是不堪一击的，或者你就是一个弱者。它只是一个名为焦虑的情绪而已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情绪啊单独的拎出来。咱们去观察它的时候呢，要像去看路边的红绿灯一样。当我们有一些痛苦的感受、冲动的情绪时，它可能会想要溢出来。没有关系，你就让它溢出来。 不要去抗拒，更不要去控制，也不要去逃避。而且啊，咱们一定要意识到，焦虑的感受跟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人，是不是软弱，会不会失败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它只是一个感受而已。那么，在客观的看到痛苦、恐惧、焦虑等情绪之后啊，我们还可以用给它命名的方法去接纳它。 比如说啊，你可以把你所看到的情绪给它取个名字啊，比如说叫小葫芦。那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想象出一个小葫芦的形象，自己就坐在那儿看着它，像看电影一样，然后对它说：“OK，小葫芦，你来了，行吧，我就陪你坐会儿吧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。” 当你试着和小葫芦相处的时候，他可能会闹脾气，他也可能会上蹿下跳，同时啊，也可能会让你更加的痛苦。这都没有关系，只要安静的看着它闹，看着它表演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上蹿下跳也是会累的，等它累了、闹够了、宣泄完了，它自然就会需要休息。 那他自然就会离开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所有的情绪啊，不管有多糟糕，不管它来的有多猛烈，只要他会来，他就一定会走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不管多糟糕、多猛烈的情绪，当你觉得天都要快塌了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任何情绪，只要他会来，他就一定会走。 那么，在接纳了痛苦和恐惧之后，我们还可以问问自己：自己到底在恐惧什么呢？在我这个哥们儿的案例中啊，我们能看到他在恐惧什么？他恐惧自己被拒绝，恐惧被拒绝之后自己很没有面子。那这说明什么？ 说明，在这个事情当中，他最在意的不是能不能够跟自己喜欢的女孩约会，而是如果自己被拒绝了，是不是会很丢脸？他给被拒绝这件事儿贴上了失败者、没价值、没面子等等的标签。所以啊，他害怕的其实并不是跟女孩约会的这件事儿，而是恐惧自己被贴上失败、没价值的负面标签。大家能明白吗？ 恐惧会反映出我们内心中最真实的需求，但被拒绝真的代表他失败了或者没有价值吗？当然不是。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人，哪怕被拒绝，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，因为至少自己勇敢过。 如果说咱们可以从事件中推断出自己真正恐惧的东西，再去客观的看看自己所恐惧的东西是否合理，咱们啊就会对自己的恐惧有一个全新的视角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接纳自己身体的反应。比如说我这位哥们儿在恐惧的时候，他会手心冒汗，心脏啊砰砰砰的狂跳，身体还会发抖，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正常。 比如我们身体在发抖的时候，就是在释放自己的恐惧，化解自己的痛苦。但很多人呢、啊，会觉得这是一种失控、懦弱、胆怯的行为，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控制住自己的身体，不让自己的身体有任何的反应。但是啊，这种做法是会带来反作用的，恐惧和痛苦的力量会被积压在身体里边，让我们越来越恐惧，越来越痛苦。 所以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允许自己身体的反应，比如说发抖了，那你就让自己拼命的发抖，夸张的发抖，通过发抖把它全部释放出来，自然就好了。拿我自己来举个例子啊，我第一个做大型的公开演讲就是上 TEDx，大家应该知道啊，TED 历史上啊有太多太多的名人大咖了。 而我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女孩儿，却要跟他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我恐惧吗？我当然恐惧了。我恐惧自己现场会忘词、会出丑；我恐惧自己名不其实。所以啊，我在开场之前，我手抖到连话筒都要拿不稳了。哎，我心就很慌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当时啊。 我就走到了后场，找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我给了我自己三十秒的时间，让身体尽情地发抖，就像白雪飘飘的冬天，只穿了一件短袖出门铲雪那样瑟瑟发抖。就三十秒，我让紧张和胆怯全部都用颤抖的形式释放了出来。当我再一次走上台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一点都不紧张了。 发挥的也非常顺利，收获了热烈的反响。但如果说啊，我当时对自己身体的反应采取的是克制、压制、对抗的方法，如果说我不允许自己紧张发抖，那将会发生什么呢？我想，大概率是会让自己出丑、名不其实这样的预言发生。那关于如何接纳，就讲到这里。 我还想要再补充一下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对情绪的第一反应其实都是压制和消灭，而这个现象呢，其实都跟小时候大人们对于情绪的评判有关。大家可以想想，你小时候对于情绪的第一反应都是什么印象呢？当有小孩在闹的时候，大人是不是都在说“别烦了，别哭了，别怕了”？ 其实啊，我们从小到大是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的学习接纳自己的情绪。比如说，小孩一般都特别好哭，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悲伤，一哭就停不下来。那大人呢，就会头疼的不得了，觉得这小孩是不是太矫情了，太作了，一点都不听话，动不动就哭，脆弱的要命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大部分家长。 都会跟孩子说：“别哭了，好孩子是不会哭的，要坚强，要勇敢。”但实际上啊，家长们越这样说，孩子只会更加的委屈，更加的害怕，甚至在心中留下了一个信念：就是我不应该有难过和生气的感受。如果我有这些感受，那就是我在犯错了。 所以啊，不仅接纳自己的情绪很重要，如果你是父母的话，接纳孩子的情绪也相当的重要，这会影响到他们成年之后如何去对待这个世界，如何去对待自己。好，那今天的作业呢，就是请大家观看一个 TED 演讲，名字叫做《我是如何战胜怯场的》，演讲者叫 Joe Cohen，他是一名歌手。 当他一上台表演的时候呢，就会紧张到忘词，甚至浑身颤抖。那他是怎么战胜这种恐惧的呢？大家可以通过他的演讲，结合今天学习到的内容去找到答案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我是汪一宁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